好，我们大家申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94页，讲到第16，为除阿难，在学地，学地就是有学的阶位。他说这些来听经的聚集的人除了阿难还是有学之外，那其他都是无学的。那么先来看论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解释他说经是说为除阿难在学地得须陀洹，须陀洹是出果入流，入圣流意思是入流这个须陀洹最早的翻译叫沟港水沟港口的沟港就是那个水流进入的地方入流。他说何以言为除阿难回答上所赞诸阿罗汉阿难不在其数，阿难不是阿罗汉何以故？以在学地为离欲故。好，那么阿难有没有离欲？那基本上离欲基本上是指没有离欲界。那么欲界的烦恼最主要是五欲所以叫做欲界那阿难他没有，就是出国的人基本上他是没有断五欲的恶果才薄贪嗔痴三果才把欲贪，就是把欲贪断掉。那欲贪断掉，嗔也会断掉那出果是断三结所以欲贪跟嗔 加上三结，就是五下分解，就是欲界，欲界就是下界色无色界是上界，就是欲界的五种烦恼那阿难正出果那基本上就是没有把欲贪断掉，但是后面有说阿难基本上是已经离欲，但是没有把烦恼断掉。那为什么呢先来看他说因为他未离欲，是因为出果他是还没有离欲的那他说大德阿难第三师，那这个他这里总共举了一些理由那么说阿难之所以没有离欲的理由，那其实经典里面讲阿难已经离欲，但是没有把它断掉了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他说这个大德阿难第三师，第三师到底指的是什么那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像底下注解的这个佛舍利佛阿难那么舍利佛是第二师阿难第三师那也有可能因为依据五师相承的这种，就是说佛然后之后是迦叶，然后是阿难那么也有可能他讲第三师就如佛一样那是指佛舍利佛跟阿难可能是以这个为主，但是也有可能是佛迦叶阿难。好，那大众法相是这些大众中这些佛弟子大众中的法相。众涅槃种以无量劫
就是已经在无量劫里面啊，已经都是啊有种下这个解脱的善根啊，所以叫涅槃种啊，已经非常的多了啊。那么常亲近佛，持法章，大德立根，何以至今为离欲作学人啊？那么既然阿难啊，就问阿难。啊，是佛之后的第三世啊，这么厉害的一个人，而且无量劫来都已经在啊修行，而且经常亲近佛啊，闻持法藏不思，这样的大德啊，这样的有这么立根的大德，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离欲啊？那么。第一个啊，他先回答这里有啊，这个一二三四五个因缘啊，以五种说法啊来说明阿难啊，那么没有证阿罗汉的原因呢 啊，那么出国、二国、三国都是学人，都是学弟，都是有学啊啊，那为什么他还不证阿罗汉？啊，这个第一个是说，阿大德阿难本愿如是，我于多闻众中第一。啊，这个是他的本愿。等一下我们再来，黑板上有写啊。那么依据《佛本行集经》及《根有律》啊的说法啊，那么《本行集经》的第一个跟《根有律》的第一个其实是相近的啊，差不多一样的啊。然后第二个就讲的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再来看这个根有律跟本行集经讲阿难的本愿是什么。他说阿难过去本愿就是过去有发如是愿，我在啊多闻众中啊，就是也可以说我在众中多闻第一，最为第一，或是在多闻的众中最为第一啊，其实就是在大众中我是多闻第一啊，基本上是这样。亦以诸佛法啊，阿罗汉亦以诸佛法啊，我们在《阿含经》里面常常可以看到诸佛法，诸佛之法啊，这个不是佛法，这个是诸佛之法。也因为诸佛之法，诸佛这个是这样，诸佛法啊，诸佛的法则的力。的案例就是以前的佛是这样，那现在的佛也是这样啊，就是一切诸佛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佛在菩提树下成佛啊，然后有八相成道啊，诸佛之法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就是法是法则啊，就是他们都是这样成佛的啊。那、啊、你要不知道会变成一诸佛法啊，诸佛法，诸佛之法。好，那么他说。这个也因为啊，那这个在诸佛啊成佛的这样的一个法则里面啊，阿罗汉所做一半，不应做供给供养人，就是过去诸佛，那么都不以阿罗汉为事者啊，这个叫做诸佛之法啊。那么过去的只要是证了阿罗汉啊，那么佛就不让他做事者。为什么啊？因为他是啊，这个佛法中能够办大事的啊，然后所以啊，他就不让他做侍者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惯例的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啊，不阿罗汉所做一半，不应做供给供养人。那么这个从这个。佛陀要选侍者，或是以前舍利佛还没证阿罗汉的时候，舍利佛证出果之后是在佛旁边做侍者的。后来啊，他的舅舅来找他啊，那么佛跟居士罗啊讲受缚经之后，舍利佛在后面做侍者啊，三丰啊就证了阿罗汉。那之后就没有再请舍利佛做侍者了啊，那就换了很多人啊，佛的侍者其实换了很多人。那么曾经有一个弥西尊者啊，因为做佛的侍者啊，后来不想做了啊，看到一个地方跟佛啊说他想要去修行
啊，那佛说我现在旁边没有侍者，等我找到了你再去啊。他不听啊，就硬要去。然后佛说好吧，三次我就讲了，你就要去你就去吧。后来去了那里啊，坐都坐不住，又回来。另外有一个侍者啊，那么本来跟佛在路上走，然后后来想一想不要做佛的侍者了啊，然后压力有一点大还是怎样啊，然后就把衣钵全部还给佛，然后自己就走了啊，佛也留不住他。结果他走了走了，走到半路遇到强盗，遇到强盗，被强盗打到满头是血，又赶紧回来找佛。那么像这些故事里面，其实佛的侍者还蛮多的，啊，算一算《阿含经》里面记载的，啊，就明白讲是侍者的啊，就大概有大概五六个、六七个大概有。那没有明讲的，就是讲只在后面三封的啊。那么这些一般都是侍者做的事，那也蛮多个的啊。那就是佛讲经的时候啊，在后面三封，然后帮佛准备那些大小事的，那一般都是侍者做的，那也蛮多个，加起来应该在，如果全部把它加起来，应该十几个大概有啊，就是蛮多的。所以佛的前二十年侍者是换来换去的，他的前二十年啊，那阿难是在第二十年，第，因为佛说法有四十五年嘛，佛成佛之后。三十五岁成佛到八十岁入涅槃，中间有四十五年，四十五年阿难做侍者，二十五年，所以前面的二十年侍者是换来换去的。那么直到有一天啊，那么这个佛说啊，这个要找一个侍者，不要再换了啊。那么舍利佛、目犍连、大迦叶啊，这个乔成儒啊，这种种这些大阿罗汉都自告奋勇啊，我来当佛侍者，我来当佛侍者。佛都没有答应啊，我都不允许啊，因为都阿罗汉了，你们不是你们要去做办大事的啊。那么这个目犍连就用神通观察啊，这佛到底属意谁啊？那么做就是做侍者啊。这个目犍连常常在这个时候扮演关键角色，就是有一就是说举个例来讲啊，就是佛回乡省亲的时候。那么要找一个人去度化净饭王，那么大家都说啊，你们有，就是说你们有谁啊可以去度化净饭王的？那么舍利佛举手，目犍连举手啊，很多大阿罗汉都举手啊，因为他要去度化他的父亲嘛，还有这样家族的人，那这些大阿罗汉都举手，自告奋勇啊，我可以带佛去教化这个净饭王啊，一个人都去啊，都自告奋勇，佛都不答应，佛都没有说话。那么找来找去，那么多人都佛都说佛都没有答应。那么目犍连这个时候就用神通观察，佛到底是主意了啊，就是属意，他心里面是希望谁去呢？啊，看着，哎，佛是希望这个迦留陀已去啊，因为迦留陀以前是净饭王的这个宫廷的教化师啊，那是净饭王的大臣来的，那他跟他的姻缘比较好。那所以这个时候目犍连就观察，哎，佛其实是要迦留陀夷去的啊，所以他知道了，他就去找迦留陀夷啊，他说佛心里面希望你去教化净饭王，他说我净这个迦留陀夷就说净饭王这个威权那么大啊，他那种傲慢心很强，我恐怕没有办法胜任。他说佛属意是你，如果佛属意你去，你就一定有办法，你是可以教化净饭王的人啊，佛认为你最恰当。他就说我，哦，真的，哦，佛这样认为我最恰当，那我应该佛想的就没有错了，所以他就去。那佛就说在这么多人里面只有我跟你可以教化净饭王啊，这个时候目犍连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了啊，他就主动去找迦留陀夷。好，阿难也是这样，阿难那个时候也不在现场啊，然后大家都自告奋勇啊，这些大阿罗汉每一个都自告奋勇要当佛的侍者啊，但是佛都没有啊，没有认可就是了啦啊。那这个目犍连这个时候啊，又开始观察了，这佛到底是中意谁做侍者呢？看，哎，佛其实是希望啊阿难做侍者的啊，就去找阿难啊，所以。阿难还跟佛谈条件啊，谈条件就是说他怕人家讲话啊，然后
就是所以有一些他佛在的时候，佛去应供的时候他不去，佛的衣服人家给他的衣服他也不接受啊，反正就是不要人家讲话了啊，然后他才愿意啊。那后来啊，阿难就做佛的侍者，所以那个时候阿难还正出国而已啊。但是阿难到底有没有离欲这件事啊？就是说他是正出国，但是他有没有离欲呢？那基本上从两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出来啊，从三个地方啊。第一个啊，这个迦留陀语曾经指责阿难啊，你只是心里面只有佛陀，只重视佛陀，只知道啊要照顾好佛陀，但是你忽略自己的解脱，这样是不对的。他曾经这样指责阿难，说你照顾佛陀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你自己也要努力用功得解脱啊！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佛陀知道了啊，就说啊，就说其实就跟迦留陀一讲啊，如果这个阿难，他说阿难如果这一生没有解脱啊，一些迦留陀也就说你这一生要赶快求解脱，你不要只是心里面只想着要照顾佛，你也要照顾一下你自己，就是啊。啊，你也要求解脱了，你不要一直是出国啊。那佛陀就跟迦留陀语说，啊，微笑跟迦留陀语说，其实阿难这一生如果没有解脱，没有证阿罗汉就是了。那么他啊，会很多生都就是会七次啊，七次人天往返，那么最多七次会做天王，那么之后会证阿罗汉，啊，会证阿罗汉。但是阿难不会再。阿难这一生就会得解脱，就是说，如果阿难没解脱，那么七次会做天王，然后之后得解脱。但是阿难这一次就会得，这一世就会得解脱，啊，就是佛授记他这一世就会得解脱。就好像那个阿斯陀仙人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如果不做转轮圣王，就会做佛法王，但是他肯定会做法王，啊，类似像这样。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啦，就是迦留陀语，就是佛在阿难还正出国，迦留陀语指责阿难啊，只知道要照顾佛陀，不知道要努力求解脱。佛跟迦留陀语讲，其实阿难这一生就一定会得解脱，这是第一个，就表示其实阿难其实是有能力可以得解脱的。第二个，舍利佛有一天问阿难，就是佛要涅槃之前啊，问阿难，或是佛涅槃后啊，他说你这个亲近佛做佛的侍者二十五年，就是佛大概要涅槃之前或涅槃后了嘛，啊，那么他说你自己想想，你有没有起过欲心，就是无欲的心啊，你有没有？阿难不讲，阿难就跟舍利佛说。尊者大德啊，我现在还是出国，就是有学历，意思说你现在是出国，但是你并没有离欲，出国就是没有离欲，意思他也不讲他有没有离欲哦，他不讲，阿难是很谦虚的人，他不讲，他只跟舍利佛讲我现在是出国，意思说出国还没离欲，但是他也不说他没离欲，他也不说他有欲或没有欲啊，有无欲或没有无欲啊，就是他是在出国还是在欲界，但是他的心已经离欲了啊，这个真的就是菩萨的这种境界啊，就有点像无生法忍啊，那么他可以断烦恼，他没断烦恼啊，所以他是没有欲的哦，他是离无欲的哦，所以舍利佛问他，阿难，你做佛侍者二十五年中间啊，二十五年以前啊就不讲了，你做佛的侍者二十五年，因为在佛身边那个无欲是很满足的，很充分的啊，那供养都是供养好的啊，然后来顶礼佛的都是那种那一种大富长者的这，或是他们的这些贵妇啊，一大堆都是这些的。那么舍利佛就问他，阿难说，尊者啊，我现在还是学人，就是我现在还是出国而已。那么舍利佛就跟他讲，我不是问你现在是有学无学，是出国二国三国，我现在问你。我现在是问你，你有没有起过欲心？阿难还是回答，尊者，我现在是出国。
啊，目犍连在旁边看着，目犍连在旁边听了之后，心里面就怎么样？说阿难，尊者这样问你，你要如实回答，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不如实回答，惹怒尊者啊。就是说，舍利佛问你有没有欲望，而且他已经跟你讲你有没有欲心，你就回答有没有就好，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啊。尊者，我是初学啊，不可以这样，你这样触恼舍利佛，你要如实回答。这阿难才说，尊者，我是佛25年，我不曾经，据我，你看阿难还是很客气哦，据我的记忆所知道，如果忘记就不算了，那阿难多闻第一怎么会忘记啊？据我记忆所及，我是佛25年来没有起过欲心，你看，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阿难他的一个殊胜。没有起过欲心，是否25年没有起过欲心啊？那么，所以后来在长老记中啊，这个一些阿罗汉要入涅槃之前，或是证阿罗汉之后，都会留下一个修行的记嘛啊。后来变成所谓的长老记、长老名记嘛。阿难在这个长老记里面也这样讲：25年中，世间欲念未成生。世间称念未成圣，你看，啊，所以从这三个地方来说，啊，而且他说世间欲念未成圣，世间称念未成圣，洞见最圣之佛法，洞见最圣最殊胜的佛法啊，所以从这个，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优陀夷指责阿难啊，那佛为他做说明。啊，那么舍利佛啊问阿难啊，阿难说25年没有起过欲心，在长老记里面也是啊未曾起欲贪跟嗔的念啊，而且洞见最深之佛法。那么阿难基本上是看起来是没有离欲，但实际上他是已经是有可以离欲的人了啊，所以这里来讲啊，那么这个。啊，因为这里也讲到，那他为什么不离欲呢？啊，其实就是为了要做佛事者。因为离欲之后，就是断阿罗汉了嘛，就是证阿罗汉了，就是断尽烦恼证阿罗汉了。啊，那么当然你证三果也可以离欲，但是他就是啊，那么做就是出果而已啊，那么要做佛的事者，好，所以他并没有，他有能力。其实从这些来看，他有能力离欲。有能力断，但是他没有断啊，有一点点我们说流惑论生，类似像这个样子，但是他不是流惑论生的，他是啊，那么没有断是为了做佛的事者啊，那所以大智论里面也讲到这样。好，所以啊，因为阿罗汉所作一半，不应做供给供养人啊，就是啊，即使是佛啊，供就是做事者了啊，那么以其佛法中能办大事。烦恼劫破，就是破烦恼劫了，断尽烦恼，供佛在解脱床上坐故，啊，同坐解脱床嘛，啊，好，这、就是跟佛是同等，都是啊大阿罗汉的啊，都是阿罗汉，啊，所以佛这里意思就是说，佛不以阿罗汉为事者，那阿难如果啊证了阿罗汉，就不能作为佛事者。那他也知道，如果阿难不做佛事者，那么其他的人要做佛的事者都不容易，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好。所以后来佛也在特别赞叹阿难做事者，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啊。那么诸佛以来，他也都是这样，像阿难，最多像阿难一样，也不会再超过阿难了啊。那么这个被阿难做事者非常的称职。好，那第二个啊，第二个啊，慧多定少故。第二个是从烦恼的本身来讲，第一个是从烦恼，就是阿难的本愿来讲。那我们看一下阿难的本愿，啊，阿难的本愿啊，稍微看一下，这个从这个本行集经，那这个跟这个是类似一样，类似一样啊，就是差不多是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故事啊。他只是叫日智太子，他叫做婆卢王子，啊，然后受这个喜根辟支佛的教化，啊，那他也是回去度阿父王。啊，那所以他这个可能也是他弟弟，同父异母的弟弟啊。然后发愿来世，执欲圣人得为世者啊。那因为辟支佛不善说法，
辟支佛不善说法啊，那所以啊，他就发愿啊，因为辟支佛后来就度化去了嘛，不会再来了嘛，所以他发愿值遇圣人啊，就是下一尊佛。那么他不是辟支佛，是值遇佛啊。那么求得为侍者，供养彼圣，有来问者悉为解说啊，他自己。所以你看阿难在阿含经里面。佛说法略说之后，很多人不懂，就去问阿难：“啊，刚才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是在说什么？”啊，阿难就为他解说，在《阿含经》里面很常见。啊，那么所以有来问者悉为解说。啊，令彼欢喜，以彼胜，以彼胜说法啊，以彼胜说法，一闻即得之解。啊，那这个这是阿难的一个本愿啊，这是他写很多了，我是大略把重要的话写出来而已。啊，你们有兴趣再自己去看啊，就非常的多啊。那我们只是把重点啊说出来而已。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这个是《本行基经》里面的啊，上说僧萨陀那长者女啊，就是这一生是个女众了啊，但是这里都是男众啊，就是根有力里面啊没有这个啊，他这个跟这个其实是差不多一样啊。他说他看见啊辟支佛，那很多人供养他，很多阿罗汉啊有辟支佛。那么很多人去供，可是这个辟支佛的钵是尖的，啊，尖的，比较尖，底下比较尖，所以如果放在底下会倒。然后他要吃饭不能吃啊，他托钵可以拿着，但是他要放在桌上硬供嘛，要放在桌上，那个钵会倒，啊，如果东西多一点呢，就全部倒了。所以这个长者女啊，就把她的那个手环拿出来，然后就放在钵底下。啊，金的、玉的啊，放在钵底下，然后刚好那个尖的钵盖在那个手环上，就不会倒，啊，然后供养他，让他可以坐在那边用餐就是了啊。然后所以令尖钵不请啊，这个尖钵啊，然后他就欢喜，然后因为供养辟支佛后欢喜啊，然后就发愿：我于来世所闻如是，若世间事，若出世间事，悉令忆此啊，永不忘事，永不。那么这一些是讲到阿难的本愿。啊，就是这个后来就是阿难。好，那这个是本行基经的，那这个应该都是传说，然后他把它收集来的。那根有力啊，根有力破生是卷十三啊，卷十三啊，这边好。他说日治太子啊，其兄日要出家啊，成辟支佛啊，然后回乡要度化这个父王啊，这个就是同父异母的了啊。那么但是他只现神通啊，不善说法。啊，辟支佛不善说法啊，那所以他知道了之后啊，他发愿，他看到他的哥哥是成辟支佛啊，但是就是不会说法啊，只是让人家生欢喜啊，现神通嘛啊，度化哇，这个人怎样怎样啊，就跟要跟佛法学习啊，但是真正问比较详细的问啊，就他不知道怎么说啊，所以他因为不善说法，所以发愿未来世与佛做弟子。做弟弟了啊，做佛的弟弟。阿难也是佛的弟弟啊，是堂兄弟就是了啊。因为阿难到底是谁的小孩啊？现在就是《经律论》里面讲的不太一样啊，大概只有净饭王底下是悉达多跟难陀确定而已，其他啊，阿那律、摩诃难啊是兄弟，提婆达多、阿难是兄弟啊。那么到底是？白饭王、甘露饭王、胡饭王啊的小孩不知道，但是《大智论》里面有讲啊，《大智论》里面他这里讲阿难是谁的小孩，在九十七页啊，九十七页里面有讲啊，是这个胡饭王的小孩啊，胡饭王啊，九十七页那边有胡饭王的小孩啊，但是各个经论记载的其实不太一样。好啊，这个是。大智里面讲他是胡饭王的，好，我们就讲胡饭王的就好。那么就是这个，他有四个兄弟，一个妹妹，啊，甘露卫女嘛，啊，然后这个四个兄弟，所以彼此是什么堂兄弟，彼此是堂兄弟。好，那所以他发愿做佛的弟弟，又得出家亲诚供养啊，就是做侍者。其实他做侍者是过去生发愿来的，闻法领记。或大种持啊，就不会忘失了。闻持陀罗尼，好。那么这第二个啊，阿难的本愿，他说迦叶佛的时代有一个弟子啊，那么多闻不忘啊，他其实他名字就叫多闻啊，不忘啊。那么多闻不忘，聪明第一，乃至命中不惑圣果。
就是阿难在迦叶佛的时候他就修行了，但是修啊修啊都不能证果，都没有办法证果，所以临终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一心发愿啊，所以通常发愿有那种力量啊。那么很多就是尤其是菩萨道重在发愿，因为你要走的时候是依你的业，依你的习惯，依你的念，那个念很坚固就是愿，如果愿很大的话甚至可以超过习惯跟业啊。那一般我们来的时候是依着愿力，依着业力，依着习惯力来，走的时候，走的时候也是啊，带着你的愿力，带着你的习惯，带着你的业力走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大圣很重发愿，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即现啊，这个劝化菩提经文里面的啊。那么主要就是你经常要有那个坚固的愿，这个愿会引导你啊，那么让你那个功德可以集中啊，让你那个方向可以更明确，那未来会这个愿变成一种力量啊。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啊，有时候后来大圣佛法很重临终发愿啊，那么一心发愿，当来与释迦佛啊，因为迦叶佛的时代就有讲下一尊佛是释迦佛，像现在释迦佛就有讲下一尊佛是什么弥勒佛，所以他就发愿，当来以释迦佛为亲世弟子啊。释迦佛时代是人寿两万岁，人寿两万岁，那他就有讲了啊，百岁的时候释迦佛出现一次，那所以阿难那个时候啊没有证果，迦叶佛时代没有证果，他就发愿，我当然要以释迦佛做弟子，多闻第一啊，而且怎么样，一样多闻聪明第一，如今无异，跟现在没有差，都是多闻第一，但是我会证果，蒙佛授记，所以佛跟迦叶陀说，阿难这一生一定会证阿罗汉啊。那么基本上佛有跟他授记啊。好，那这个是阿难的一个本愿。好，我们再来看，那么他说阿难种种诸经啊，天持诵历啊，这个诵历啊，底下的注解啊，就是背诵流利的啊啊，那么也可能啊，那么就是这个力啊，可能是流利啊，那也可能就是啊，他的诵词之后，那么对这个经文啊的了解啊，非常的明白啊，那也可以是力啊，就是他的智慧啊，非常的力。因为听持诵之后，那么非常了解他的义理啊，那么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持就是义持啊，受持义持啊，然后这个他说非常的流利，诵是背诵啊，那观故啊，他这里听持诵历观。观就是啊，修观啊，所以啊，智慧多啊，那就是你能够依他的啊，这文句嘛，前面都是文句嘛，听闻诵持背诵都是文句啊，然后有他的义理，一定要了解他的义理啊，所以诵历也有可能就是你听闻诵持这些文句之后，明白他的义理啊，那么。通达啊，他的义理，然后再来依这个啊，来起这个修啊，修持啊，比如说无我缘起啊，那你很明白这个缘起的这中间的整个义理啊，有义有利嘛，一般叫做有义有利啊，那你没有义就没有利了啊，就是没有义，你不了解他的义理啊，所以这个利啊，就是有可能是通达他的义理。那这里底下讲的就是说背诵流利。但也是啊，但是就是可能就是通达他的义理，然后用这样来修。比如说你知道无我啊，什么是无我，那你去观无我，你要真正知道义理才能观啊，你不知道你就观不来啊。你要知道缘起啊，那你真正知道缘起，知道缘起的义理，
然后你去观缘起，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所以智慧多，那因为智慧多，但是色心少啊，恶功德等着啊。他说可得若尽道啊，就是定根慧了，定根慧啊，色心是比较正念正定这一部分的，那么智慧啊，正见正思维这一部分啊。他说这两个等啊，就等就是定位等啊，就三昧。那么可得若尽道啊，就可以断烦恼。那佛法里面来讲啊，就是说，那么要断烦恼，必须要有无漏慧，都是断烦恼的智慧了啊。那么这个部派里面叫做啊无间道啊，那么才能够得解脱道。那无间道就是断烦恼的这种心力。那么这种智慧啊，定慧力，那至少无漏慧一定要有定。要不然最少最少要有未到地定啊，或者刹那定啊，那把烦恼断定断全部断尽，那个叫做金刚预定了啊。好，后面会讲。那么这个，所以啊，那定跟慧啊要差不多相等。如果定太深也不行啊。所以七一定里面没有非想非非想，四禅八定里面只有七一定，非想非非想定太深，定太深智慧起不来啊。那定太浅。智慧也不能保持啊，没有保持那种智慧的力量啊，就定有摄持的功能嘛啊，所以至少要啊有未到地定啊，就是欲界定。那欲界定有可能就是第九住心啊，或者是啊前面的七住、八住、九住啊，就是专注于去等持。第九住心是等持啊，极尽最极极尽啊，专注于去等持。那说，因为啊，阿难，其实阿难做佛的侍者也比较少有时间修定了。老实讲啊，你像看那个舍利佛跟目犍连就好，舍利佛、目犍连两个人正出国，然后跟着马僧比丘去见佛。那这个佛为他们说法啊，说这个无应无我的。那目犍连啊，听完了之后，都说树下坐，若一日到若七日。啊，所以七天后就证阿罗汉。那么舍利佛做佛的侍者啊，比较没有时间啊。那目犍连也比较禅修比较厉害。目犍连就是七天多落一日到落七日，然后就去观这些，七天后就证阿罗汉。舍利佛没有，舍利佛做佛的侍者啊，做佛的侍者，所以没有，就做佛的侍者要张罗很多大小事情的，还要人家来，要怎样怎样，哇，事情可多了，没有时间，比较没有时间修定啊。但是啊，他也厉害啊！但是第十五天的时候，他舅舅来找他，佛为他舅舅说受缚经，他在后面三封，一面三封一面听，就证阿罗汉了啊！所以，但是如果给舍利佛像目犍连这样啊，也是七天专注在那边修，他可能更快啊，他可能第五天呢、啊，第三天呢、啊，我可能就证阿罗汉了，也很难讲啊。但是因为他的定，他比较这个时候他是做侍者嘛。所以他比较在专注佛的这些起居啊、大小事啊，然后那个客人来啦，然后要找佛啦，他要安排啦，有的没有的这些，啊，所以他会比较那个心定心比较没有一样，也看得出来是这样啊。所以啊，这阿难做佛的侍者啊，那个色心就比较少，他都是心都用在佛身上，然后因为。其实做佛的侍者事情还蛮多的，因为太多人要找佛了，啊，然后他一定会先找阿难。那阿难看了可以，因为阿难佛有说嘛，阿难知道什么时间可以见佛，什么时间不可以，什么人适合见佛，什么人不适合。所以已经被阿难排除掉的已经很多了。所以如果去见佛的有五个或十个，那么前面已经有五十个见过阿难了。那你看阿难多嘛，啊，就找一样啊，就是这些人要来见佛啊，先找阿难，可不可以？这个时间可不可以？啊，然后阿难会看这个人可不可以？啊，然后是男众是女众，是外道是佛弟子，是在家是出家，阿难自己知道这个人适合不适合。啊，如果要来找佛辩论的啊，那么要跟佛大小声的啊，那当然他就不要了啊，他会看。所以
找佛如果有五个人，大概前面已经找阿难找过五十个了，啊，所以阿难单单处理这些事情就很多了，他还要处理佛的种种的饮食啊、起居啦，然后佛在打坐的时候还要在旁边守护，就是在附近啊，不要靠近啊，不要让人家去干扰啊，然后就是种种大小的，所以阿难还蛮忙的。所以你看那些侍者有时候做到一半不要做了，你看我们现在想觉得很不可思议，当佛的侍者，你多少人求之不得，你还不想做啊？那但是其实上当佛的侍者，第一个有压力，动辄得咎嘛，啊，动不动就会被，因为佛太殊胜了啊，然后你动不动会给指责的，然后其实压力还蛮重的啊，然后这个自己也比较忙啊，然后稍微啊，比如说你要人家要去找佛，你不给他去，他先骂你啊，对不对？你凭什么不给我去啊？他就跟你理论啊，那你没有相当的能力，你也没办法调伏他、安抚他。那有一些国王啊，有一些权贵要来找佛，那你不给他去啊？那你如果不给他去，你还要暖言慰语，还要稍微说明一下，那因为怎样怎样不给他去。啊，那如果没有，他会直接跟你吵架的，啊，这个也是一样啊，啊，所以你看啊，比如说像圣严法师啊、显影大师啦，我们这种大师级的人物，然后旁边的侍者都比较忙啊，都要过滤过很多人，过滤过很多事，啊，然后单单吃的也要看过啊，这个佛能不能吃啊？这侍者经里面有讲啊。啊，这种东西佛能不能吃，适不适合吃，吃了对身体好或不好，啊，他也要先看过啊，然后才拿去给佛吃呢。你看这样多忙啊，真的是很忙。所以你看啊，佛出去的时候都要拿着钵，拿着衣啊，跟着佛啊，佛要出去了啊，你就要在旁边的。所以你看那个侍者有时候坐一坐，我不想坐了啊，佛你自己找人，我啊自己保重，我要走了。那你看还有这种的啊，所以他这里因为这个事情多，所以他没有办法多在摄心上、修定上，修定是长时间在这边要持续的啊，所以他说摄心少，但是智慧多。但是有一个就是因为他常常在旁边听佛说法啊，所以久而久之他的智慧也比较利，但是因为他的杂事比较多，所以他那个定心比较没有啊，所以啊，因为这样啊，因为这样，所以啊，那他这里说啊，那么阿难还在学地，还在出国了啊，须陀洹。好，那么第三个贪共几世尊故，这个贪啊，不是说他贪心，而是说他。比较在意啊，要供养，要做佛的侍者，要供养佛这件事啊，就是阿罗汉正阿罗汉正阿罗汉跟供养佛这两件事。这个贪并不是说贪心哦，不是，只是说正阿罗汉跟供养佛这两件事，他只能选一个。他正了阿罗汉，他就不能供养佛；他供养佛，他就不可以正阿罗汉。所以。他比较倾向于，就是他倾向于我不证阿罗汉，我供养佛，啊，其实是这样的，啊，所以他说贪供几世尊故，是阿难为佛做供给人，就做侍者了，啊，这里意思啊看起来好像是贪做佛的侍者，其实不是，是说在做佛侍者跟证阿罗汉这两个当中，他只能选一个。啊，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那么他选择做佛的侍者，因为证阿罗汉，佛入灭后他也可以证啊。佛入灭后他也可以证啊，他想证就可以证了。照理讲是这样的啊。那但是经典的记载，佛入灭之后啊，那么后面也有讲啊，就有人劝阿难啊，你应该要证无漏啊。阿难就几天静静用功，因为大家是不给他去参加结集啊。啊，说你还是出国，这些都是阿罗汉，啊，狮子群中有一只野狗，啊，那这样是，人家都是大阿罗汉，都是大狮子，你是一只赖痢狗，啊，就是你还有，因为它就是那个赖痢有疮，就是有烦恼了，你身上还有很多烦恼没有断尽，
啊，所以你不适合。那你证了阿罗汉，你再来，啊，所以就有比丘啊劝他，啊，你应该赶快证阿罗汉，然后去参加结集，然后他就用功，啊，用功到累的时候躺下来，头还没碰到枕头的时候，就证阿罗汉了，啊，然后就去参加结集，啊，就这样。所以阿难其实我们从前面说，其实他已经离欲，就是对五欲这一部分啊，那。照理他虽然只是出国，但是他已经有离欲的能力了，只是他没有断而已啊。所以他这里讲啊，是阿难为佛做供给人，做侍者，如是念：若早取肉尽道，肉尽道就是解脱道了。肉就是烦恼，肉尽就是烦恼尽，烦恼尽就是贪嗔痴尽啊，就是阿含经说的啊，无明已断，爱结已尽。基本上是这样。那有时候会讲贪嗔痴尽，有时候会讲无明断爱结尽，啊，就无明断者会解脱，爱结尽者心解脱啊。那变远世尊啊，远就是不能再做世尊的侍者，不能在他旁边亲侍左右了啊，不得做供给人。以是故，阿难虽能得阿罗汉道，自智不取。啊，这个就是后来大圣菩萨的心了，啊，流惑润身，可以断烦恼，但是不断烦恼，啊，或者啊，那么说断了烦恼，但是不入涅槃，可以入涅槃，不入涅槃，不证入涅槃，啊，那大概有这两种说法啊，就是可以断烦恼，不断啊，来世间度众生啊，或是已经断了烦恼，可以入涅槃，不入涅槃，啊，来世间度众生啊，好。所以啊，这个是第三个啊，就是为了啊，这个贪只是形容词的，这是两者之间，他比较倾向于做佛的侍者，并不是真的贪心做佛的侍者，不是这样啊。那不要给这个贪字误会了，就是他比较于倾向啊，那么做佛的侍者。好，那么第四个，促使人三世为和合啊，就是阿难证阿罗汉啊，要和因缘和合。他说：“促使人为何何故？何等促啊？就是能即法牵阿罗汉，未在起舍觉三是为促啊。那其实啊，就是大家是因为大智度论的一个传说是，结集的时候有一千个阿罗汉，有一千个阿罗汉，这一千个阿罗汉啊还没有结集在，没有聚集在灵鹫山。”就是灵鹫山那附近的一个叫做七叶窟那边，大家是在那边结集嘛。那一般叫做五百结集嘛，第一结集是五百结集，第二结集是七百结集嘛，在毗舍里嘛。那第一结集是在王舍城嘛，啊，王舍城五百结集，毗舍里七百结集。那五百结集，这前面我们讲过了啊，五百结集它是在灵鹫山啊，这个山群里面啊，那基本上是七叶窟那里的啊，那。这个阿罗汉还没结集，一千个阿罗汉还没结集，所以这个是初啊。那世尊过去时未到啊，就是世尊还没入涅槃呢啊。过去啊，那么过去就是涅槃了啊，世尊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过去了啊。那么的时间啊，过去时就是世尊还没有入涅槃，入无余涅槃。涅槃已经是证的，在菩提树下就证涅槃了，啊，但是没有入无余涅槃啊，所以世尊无余涅槃的时间还没到，啊，那么因为最后即使啊，那么世尊啊要证涅槃之前，阿难证了阿罗汉，他也不能做侍者，啊，所以他还有最后的事啊，还要照顾这一些啊。然后须跋陀罗啊还没度呢，所以他还没有啊还没有办法可以证阿罗汉，所以世尊过去时就是世尊无余涅槃啊灭度的时间还没到，那么长老婆伽子不在，长老婆伽子就是啊这个阿难要入涅槃，就是佛入涅槃之后，这个长老婆伽子来跟这个阿难说，阿难啊你要好好用功，要早一点证涅槃，要婆伽子来劝请。
啊，就有一点，后来就变成这个变成是好像预先要排定好的了啊，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正涅槃成佛啊啊，那么要等这个等什么？等这个梵天王来请转法轮，好像就变成这样了啊。那因为阿难证阿罗汉是第一个大迦叶要结集经典，必须是阿罗汉才能参加。那个时候他出国啊，要有这个因缘啊，那促进他证成阿罗汉。第二个佛涅槃后啊，其实就是佛涅槃后大迦叶结集一千个阿罗汉啊，在灵鹫山要结集经典，然后婆伽子啊，来跟阿难讲啊，因为人家大迦叶在灵鹫山结集一千个人，那你不能去，这个不行，因为你是多闻第一啊，你是佛的使者，听得最多的法，你一定要参加，你赶快证阿罗汉去参加啊。那婆伽子来劝啊，所以那个时候婆伽子还不在啊，所以长老阿难肉，长老阿难肉不净，肉就是烦恼啊，就是没有断烦恼。那么要在什么时候断烦恼呢？第一个世尊灭度啊，度无余涅槃。那么大迦叶集法众，大迦叶集法众，聚集法众要结集经典。然后婆伽子来劝说啊，阿难，你应该要啊。这底下婆伽子劝谏在117这里，他有注解啊，他有引用啊，就劝勉阿难应该要早一点啊证阿罗汉，那么去参加结集。这三件事合在一起，那么阿难才会断烦恼啊，证阿罗汉。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五个原因，他说大德阿难厌世法少，不如愚人，就比较没有厌离这个世间了，那么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就愚人是指这些阿罗汉，就是因为只有他一个是出果，其他都是阿罗汉嘛，如果跟其他人比，那么当然像六权比丘，那么对世法，这懒浊就更多了，比阿难还多，他这个愚人是指，在这么这一群，那么多人里面，都是这一些大阿罗汉大菩萨，只有他不是，跟这些人比，他对世法的厌离比较少，是阿难世世王者种，来看一下他的注解，世世王者种，他这里有说到，南无阿弥陀佛说，这个《譬喻经》里面，阿难前身共有58次是国王，实际上一系列关于阿难的本身谈，他却是国王，其实严格来讲不是国王，他是王者种。就是说他是刹帝利，是国王或国王的儿子女儿，看我们刚才演的本行集经，以及这个譬这个根有律，他过去生，他并不一定做国王，他做王子然后就去出家了，所以是王者种，就是刹帝利了，就是王子或者是王女，就是公主了，不是王子就是公主，就是王者种，他不一定是国王，不一定是国王，那他是舍王子位出家，不一定是舍国王位出家的，那么所以是王者种，因为我刚才就举那个本行集经跟根有律的，他四个譬喻里面，都是王子然后出家，那并不是做国王出家，还有一次是做王者女，就是那个公主，然后供养辟支佛，所以他是王者种，就是刹帝利了，端正无比，福德无量，他长得非常的端正，那么长得端正基本上，那么跟第一个心条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阿难那么可以说很多生以来都没有承认心，没有，所以他非常条罗，即使在面对别人的羞辱，别人给他难堪，他也没有承认心，这个很厉害。阿难多闻第一，但是他也可以说是条罗第一，非常条罗。大迦叶呵责他，舍利弗呵责他，目犍连呵责他，他都不会怎么样。那么，甚至不是他的过失，那他也承担起来，他也不会怎么样。所以像那个偷罗难陀，要请阿难应供。然后他在半路上遇见大迦叶，跟大迦叶说，一起去应供，大迦叶也答应，那应供就要说法，然后这人家喜欢听阿难说法，这阿难有一个很特质，就是这四则经里面有讲，佛赞叹他说，阿难这个人不管男众女众，年轻的老的，在家出家都喜欢他，然后他如果说法大家都喜欢听，他不说法人家也喜欢看，就是这样，这个很难得，这个很难得，大家就是他即使不说法，人家看着也喜欢；他说法，人家听着也喜欢。不管他说不说法，人家都很喜欢他。而且他一旦说法，人家听不厌，然后人家他如果不说法，人家看着他也看不厌，所以阿难的特质很奇怪，但是他非常挑了，非常挑，很会替人家着想。非常会替人家着想，那所以心条罗容易庄严，那心刚强那个脸容易扭曲在一起啊，就是比较不那么庄严的，那阿难，所以阿难有30相，那阿难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说在佛弟子里面那种习气比较少，真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一种，有一些阿罗汉。没有烦恼，但是有一些习气，阿难比较少。阿难是很标准的，就是外现声闻声，内密菩萨行那一种的，你单单看他可以断烦恼，他不断，他要做佛事者，可以入涅槃，他不入，
他要来世间度众生，类似像这样的。啊，阿难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所以要跟阿难学调龙，啊，这一点很不容易。我如果常常在看经典，啊，来看看，哦，这阿难实在太厉害，要学阿难的调龙，啊，学马胜比丘的威仪，马胜比丘威仪好，啊，然后但是阿难心调了，啊，好，那他这里讲到啊，端正无比，福德无量，那多利益众生就福德无量。啊，世尊近亲，啊，其实他是他的堂弟嘛，他是他的堂弟，啊，近亲啊，是因为他们阿难的父亲是啊，如果依这里来讲，阿难的父亲是胡梵王，啊，那悉达多佛的父亲是净饭王，啊，那么他是要叫啊，这个阿难要叫啊，悉达多的父亲叫啊，伯父。啊，伯父，那佛陀要叫啊，这个阿难的父亲胡梵王叫叔叔，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他们是堂兄弟来的，好，所以叫近亲啊，常侍从佛啊，那么经常啊，经常这个在佛身边，必有此念啊，像楞严经讲的啊，是佛威神，常自思维，无劳我修。将为如来会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待啊！这楞严经里面啊，可能就是依据这样啊，那么认为阿难，其实阿难已经离欲了，阿难不可能看见这个摩登伽女，难道起了欲心？不会，因为阿难是佛25年，他自己讲没有起过欲心，连贪那个饮食的心都没有。贪那个饮食、衣服、卧具的心都没有，何况会贪那个女众的心？那不可能啊，不可能。但是《楞严经》的说法是表法而已啦，以阿难为表法。那因为有人这么传说嘛，啊，这个阿难啊，这个阿难啊，做佛的侍者啊，那有这个心，我做佛的侍者啊，常常听知法宝藏。啊，知道佛法的宝藏啊，就是听过最多的佛法就是他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在佛身边的，没有啊，特别是那些阿罗汉，大部分都已经无血了，啊，他在佛的身边是庄严道场啊，让佛更显得庄严，啊，这前面也有讲过啊，这些都无血了。那阿难，因为阿难第一个记忆好，第二个善能说法，第三个因为他是佛的侍者。那么大家听佛说法听不懂之后，都会来问阿难，啊，所以他知道的更多。那么有一些外道来问阿难，佛回答他会知道，啊，那有一些佛弟子来问佛啊，那有一些外道来问佛啊，那佛回答，那么阿难会知道。那有一些佛弟子来问佛，佛回答，阿难也听到，啊，那大部分的人不是在每一个场合都在。阿难是可以说多数的场合都在，但也不是一直都在，他多数的场合他都在，啊，那所以阿难为叫做知佛宝藏，知道一切法，啊，就是知道最多的了，啊，若尽道法，啊，那么这个就是若尽就是烦恼尽，啊，就烦恼尽的修道的方法，啊，就是能够断尽烦恼的这些方法，所以因为他知道了。那所以我不畏死，第一个他不会忘记，第二个他记得的他都知道，他也了解他的意义，他很明白这个路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走多久那就会到，他知道烦恼要怎么断，他非常清楚啊，然后他也有信心可以断烦恼，所以他不急着断烦恼，是因为啊，就是这个 Simon 就在旁边几百公尺啊，我不急着去买，等一下我要去买就去买了啊。那，所以这个法它是这样，它是清楚的。所以他说，我不畏失啊，就是随时可修，随时可证，类似这样的。所以我也不害怕他失去，因为他也不会忘记啊，他也不会忘记多闻嘛，总持嘛。因为这样，所以不太殷勤，没有那么努力啊，没有那么精进啊，也不需要。那其实如果从前面的来讲啊。他要真的精进了，其实很快。所以那个婆媳子跟他讲：“阿难，这阿难只给他，那大家是只给他不长的时间啊。说因为什么时候就要结己啊？你在这个结己之前，你要证阿罗汉。
来，啊，不然门关起来你就进不来了，啊，这门就关起来你就进不来了。那事实上门早就关起来了，啊，但是阿难在外面敲门，那后来证阿罗汉嘛。那阿难为了要去参加结集用功，啊，其实也没有几天，啊，然后用功，后来是证阿罗汉，证阿罗汉敲门要进去，大家就说你用神通自己进来，啊，他就从药师口用神通进去，啊，然后基本上啊，那因为要都是三明。一大制度来讲，啊，结集的人都必须是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才可以，也还有资格啦，啊，所以你看，他也马上，阿拉美没有神通，但是他可以教提婆达多怎么证得神通。他没有神通啊，你说他不能修吗？他也可以修啊，他都可以教提婆达多怎么证得神通啊。提婆达多没有人要教他，啊，后来去找他弟弟啊，找他弟弟阿难啊。阿难就跟他讲：“你要得这个神通，得神通，你要怎么修？”这提婆达多听阿难的话，回去真的这样修就得神通了。那你说阿难能不能证神通？可以啊，但是他有没有神通？他没有。啊，你看这阿难哦，功夫很深啊，这个密恨你知道吗？这修浪怎样？你知不知道？啊，他那种修行的功力很深，但是他表现的好像都不会，都没有办法。没有，他有，啊，不然他那么厉害，他可以教他哥哥修神通，他怎么自己不能呢？可以啊，啊，提婆达多烦恼那么重，都可以得五神通啊，他怎么不可能？他更可以啊，啊，但是他没有神通，那他可不可以断烦恼？可以啊，他不断，啊，那你看阿难是这样的人，了不起啊，啊，了不起，而且还不太张扬，不太张扬。不显示自己的厉害，不太这样的。舍利弗问他：“阿难，你有没有取过25年？25年不是一天哦，不是一年哦，不是10年哦，25年当中，你说我不要问你25年了，我就问你这一个礼拜有没有取过浴仙？你都不敢讲，对不对？这一个礼拜不起就很厉害了，一年那不太可能。25年做佛的侍者，25年没有起过嗔恨心，没有起过欲望，没有。你说他能不能断？”那肯定可以断了，肯定可以断了。那我们是受到《楞严经》的影响，认为阿难贪心很重，其实没有啊，那个是表法。阿难早就断了贪欲了，他不可能看见摩登伽女，哇，起了欲心，那是不可能。那怎么敢在佛要涅槃或涅槃前，舍利弗问他说：“你25年有没有起过欲心？”他怎么敢说？就我记忆所知，我没有起过欲心。他怎么敢这样讲？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是表法，那个不是真正的阿难，没有这种心厉害啊。所以他在做长老记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这样讲：我25年没有起过嗔恨心跟欲望，没有离欲啊，离欲清净了。那他能不能证阿罗汉？可以啊，可以啊。他不能，能不能得神通？可以啊。他不证，他不得啊，他就做佛的侍者。专心做佛的事情，他也不是啊，那么要显现自己的殊胜的人。阿难内敛啊，调柔啊，啊，那所以这个啊，他说这个若见道法，我不畏施，以是事故不太殷勤啊。那其实他要证就可以证的了啊，所以他就不太那么啊，就佛还没入涅槃嘛啊，他不太那么努力去证的。好。那这个是有五个来说明啊，五件事来说明阿难听那么多又那么聪明啊，又善解佛意啊，就法具意味啊都具足了，为什么没有断落证阿罗汉？从五个地方讲。好，那第三个以何因缘名为阿难？就讲阿难为什么叫阿难呢？啊。啊，其实这个在其他经里面有时候会讲啊，为什么叫这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们都会给他一个理由了啊，有时候甚至好多个理由啊。那么有时候就简单讲，就父母就取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啊。那大德阿难名，阿难其实叫做阿难陀，阿难其实叫阿难陀啊，这是简称叫做阿难啊，难陀阿难陀啊。那么。其实像难陀、阿难陀这个名字在印度也很常见，啊，可以说应该也是蔡奇亚米啊，就是说这个好的意思就是很多人取啊，像比丘尼里面也有啊，陀罗难陀，
也是难陀啊，这很多，其实还有很多毗湿，很多比丘的名字叫难陀的啊，非常多啊。那他说，他这里讲啊，大以何因缘？是先是因缘，是父母作智，是因缘立名啊。那就是有三个，是不是过去生的因缘叫阿难？是父母跟他取名字叫阿难，还是啊有另外的因缘，他叫做阿难？好，那么龙树说这三个都有，也是先世因缘，也是父母取的，那也是有因有缘的啊，那有特殊的因缘的。好，过去是有关系，这一世父母取有关系，以及啊他有特殊的因缘，然后叫做阿难有关系。好，那么我们先来看啊，什么叫做先世因缘？那释迦文佛啊，是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过去是做瓦师啊，他底下有注解啊，《白玉经》里面啊。那么名大光明啊，就有一个瓦师叫做大光明啊。那这个时候有佛名释迦文啊，就是现在的释迦佛，现在的释迦佛。过去生是瓦师，那那个时候也有佛，就叫做释迦佛。所以释迦是释迦族的啊，释迦族的，它是一个宗族的名字。那释迦族这个宗族啊，那么它大概分布在迦毗罗卫国啊，然后居士那、毗舍离这一带啊，就开始待在这一带。那他们基本上啊，那一般来讲啊，是迁，就是从基本上是从这个类似像从王舍人这边一直迁到啊，迁到迦毗罗卫这边，然后就住在那里了。所以他们宗族大概都散居在这个迦毗罗卫啊，然后这个居士那以及毗舍离这一带啊，就这一带，那下来就王舍城了。大概在这一带，那个时候的迦毗罗卫是归波斯匿王乔萨罗国管的，啊，他乔萨罗国是这个迦毗罗卫的宗主国，啊，是归他们管的，所以波斯匿王才可以要求释迦族派一个公主给他做太太，啊，那找来找去大家不愿意啊，释迦族很傲慢，所以才找那个摩诃兰家的婢女叫做茉莉嘛，啊，就茉莉夫人才做王后啊。然后也因为这件事啊，茉莉夫人生了琉璃太子嘛，然后送到迦毗罗卫国去跟这些王子做学习的时候，这些人都嫌弃他啊。那后来琉璃太子就受到羞辱，就发愿以后我做国王要灭这些人啊，才有这些事啊。好，那他这里说到啊，他说先世因缘，那个佛的名字叫释迦文，也叫释迦佛。就是现在的释迦佛，过去曾经遇过释迦佛了，啊，那过去他是瓦师，啊，然后遇过释迦佛，就释迦族的人啊，那么也有成佛，那么弟子名舍利佛、目犍连、阿难啊，都一样。那其实你会看那个传说里面有一些好像都是复制的，啊，就是过去是这样，现在也这样，然后未来也这样，来复制贴上，复制贴上，有时候很容易见到这种现象。啊，就是现在佛是这样，那过去佛也这样。比如说现在佛的佛是啊王子出家的，然后过去佛也是这样，未来佛也是这样啊，就变成一直是这样。那现在佛是在树下成佛的，那未来佛大家都有一棵菩提树，啊，都有一个侍者，都有一个舍利佛目犍连，啊，都有太太，而且都有孩子。那有的是男孩，有的是女孩，那多数是男孩啊，然后就去出家，大概变成有一点点就是。复制贴上，复制贴上这样啊，然后，但是就是传说里面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好，那他说啊，这个当时过去生有释迦佛出现在世间，那么他有善作弟子舍利佛、目犍连、阿难，那佛与弟子俱到瓦师舍一所，这个瓦师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时候瓦师布施草作啊，就吉祥草啊。那通常就是吉祥，这个吉祥草座后来就变成狮子座、金刚座，啊，就变成这样，在那里成佛嘛，啊，那么这个灯明十密匠，啊，
那石密就是冰塔啊，那么做的这个水啊，那还有灯啊，因为那个时候需要有灯来，晚上才看得见嘛，啊，白天就不用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灯了啊，所以通常旁边都会有灯啊照明。那么以这三事啊，供养佛及比丘僧。那么这个时候的瓦斯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供养过去的释迦牟尼佛以及舍利佛、目犍连、阿难这些佛弟子，不是这一世的哦，是过去一样带有这些佛弟子啊，就是他有侍者啦，然后有左右的这个大弟子啦啊，类似像这样，这个几十咒不一定他们就叫做舍利佛、目犍连、阿难了啊，但是这里讲的是也叫做弟子，也叫做舍利佛、目犍连、阿难了。啊，但是有的不一定是这样，就是都有左右胁侍，都有大弟子，都有一个侍者啊，像阿难这样的侍者啊，那就发愿啊。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发愿：我于当来老病死恼五恶之事啊，老病死恼其实就是老病死的苦恼啊，其实就是苦了。这个恼就是苦啊，其实一般来讲苦恼啊，一般来讲我们说。那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通常是这样啊，就是说无名行识名色六路处说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啊，生老病死忧悲恼这些苦啊，那所以这些基本上就是生老病死苦的五恶之事啊，种种烦恼啊，恼就是种种烦恼，恼就是苦恼嘛，其实就是苦恼。五恶之事作佛，五恶是五浊恶事啊。五恶基本上一般经典如果讲五恶，其实就是杀盗淫妄啊。比如说《无量寿经》五恶无痛无伤啊。那但是这里的五恶是指五浊恶事啊，就恶事有三恶道啊，有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所以这个五恶其实就是正确来讲就是五浊啊，五浊之事。那五浊之事是恶事，所以叫做浊恶之事啊，五种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有五种浊恶之事啊。那么作佛啊，就是人说百岁的时候，在五浊恶事成佛了啊。所以这个五恶不是杀盗淫妄酒，而是五浊啊，五浊之恶事作佛。如今佛啊，就像现在的佛叫释迦牟尼佛，我后来也叫做释迦牟尼佛。那么现在的佛弟子叫舍利佛、目犍连、阿难，我后来成佛的弟子也叫做舍利佛、目犍连、阿难啊。所以阿难叫阿难，这第一个原因，阿难叫阿难不是阿难发愿要做阿难，是佛发愿佛的弟子以后要叫阿难啊。那这个说听起来比较奇怪，老实讲啊，但是基本上啊就是有这种解释了啊，因为佛发愿以后，我的弟子侍者也叫阿难，三座弟子叫舍利佛、目犍连，这个我们听起来会不会比较奇怪一点啊？啊，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传说。我们要知道，龙树大智度论是集合种种的传说，集合种种的传说啊，比如说这个阿难跟文殊菩萨啊，在铁围山结集这个大圣经典啊，这个罗诃罗啊，在耶稣陀罗的肚子里面六年。啊，才生下来啊，这个也是当时的传说，它不一定是事实啊。但是大智论的好处就是，它把很多的传说都拿出来讲，所以它就百科全书嘛，啊，就结集当时他看到、听到的种种的这些说法。那么就是他一听到，他知道这种啊，这个可能是理由之一，他就把它写出来了，啊，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知道很多事，好，复次阿难世世立愿。啊，就是第一个是佛的愿啊，让阿难之所以名为阿难；第二个是阿难自己立愿啊，阿难自己也发愿、啊、我在释迦文佛弟子多闻众中，愿为愿罪第一至阿难啊。那这个释迦弟子里面，我是多闻第一的。上次我们看那个阿难的本愿啊，那么他我希望做多闻第一。那我就叫阿难啊，所以阿难自己啊叫做阿难啊，是他自己发愿的。那第一个是佛发愿，我的弟子要叫阿难。那阿难也发愿啊，我以后做佛的弟子，我要叫阿难。
啊，这个听起来也奇怪了啊。那么第三个，阿难世事忍辱除嗔，以是因缘故，身变端正。啊，这个比较正常一点啊，就是说身变，因为父母会取名字，他基本上有时候有各种因缘啊，像你们的名字也是各种因缘取的。那现在人很多都不是父母取的，都是什么谁取的？算命取的，算命先生取的哦，算笔画的啊。那以前像我们都是父母取的啊，就是父母有时候怎样怎样，他就取这个名字，他的希望，或是他刚好啊，你那一天太阳啊，升太阳怎么样很大，或是怎么样，反正类似像这样啊，各种因缘啊。那现在的人大部分啊，都是要取跟人家不一样的名字啊，然后有时候大部分都是算命的去取的。好，那算命的取的就不一定带着父母的期望了啊，不过算命会给你很多名字，父母挑一个就是了啊。那他说身变端正，父母以其端正间接欢喜，所以叫做阿难啊，阿难就叫做欢喜，因为先是因缘至啊，然后那么视为先是因缘啊，所以有这个至阿难，视为先是因缘至，至就是视为先是因缘，名为阿难啊，其实叫做视为先是因缘至，因为至阿难嘛啊，那这个有三个原因呐 啊，那后面是先是因缘是佛的发愿，好，然后这个阿难自己的发愿啊，这个都是先是因缘。好，那么这里讲三个啊，那因为啊，第三个先是因缘不是阿难，就是说第三个先是因缘是因为他先是因缘端正。讲的是先是因缘端正，不是前面两个都是名字都已经决定了，佛我的弟子要叫做阿难，阿难以后我做佛弟子要叫做阿难。第三个不是，第三个先是因缘跟名字没关系，那但是因为他端正就是欢喜，人家看了欢喜，阿难真的是人家看了欢喜啊，不管是比丘尼外道，其实他看了也都，你们没有也没有外道去这个非喝者阿难的也没有，就是所有的人看了都会欢喜的啊。那么先世因缘是指他先世端正，世世都端正，因为他端正的因缘，所以人家看得欢喜，他的父母就给他取阿难，叫做庆喜嘛，所以阿难有时候翻作庆喜啊，就欢喜啊。那所以先世因缘端正，所以取名阿难啊，所以这个是先世因缘有三个，佛发愿，阿难发愿，第三个因为他端正，先世的因缘端正，所以啊被叫做阿难啊，被他父母叫做阿难。好，那第二个是父母作字啊，就父母给他取一个名字啊啊。那第三个我们说先世因缘的第三个也是父母取的啊，也可以放到这个来啊，但是他是另外做的啊，说第二个父母作字，云何父母作字？习有日种王名狮子甲啊，其实就是阿难的外公，不是外公了啊，阿难的爷爷了啊，祖父啊，狮子甲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啊，就是这个他生了五个，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啊，狮子甲王啊，一个是净饭王老大啊，白饭王老二，福饭王老三。那么甘露饭王啊，老四啊，净饭、白饭、糊饭、甘露饭，为什么都叫做饭啊？因为以前是农耕社会啊，那饭是比较珍贵的东西啊，那所以啊，他都用这个饭来做名字啊。那么这个一个女儿叫做甘露味啊，那甘露味就是这个饭有甘露味啊，一样啊，那基本上都是以这个饭为名。好。就是他的爷爷啊，生了四个男的，一个女的，啊，那净饭王有两个儿子啊，就是悉达多啊，佛就是悉达多了，还有难陀啊，难陀其实啊，他就叫他难陀了啊。那么难陀跟阿难陀不一样，阿难陀，阿难是阿难陀啊，这个是难陀，难陀也是很多人都叫难陀的啊啊，那因为难陀就是啊欢喜嘛。好。那这个他说白饭王啊，拔提跟提沙啊，那拔提王子就是
这个佛回乡省亲的时候，有七王子出家，据说了啊，其实就是也不是，就真的来讲也不到七王子啊，因为难陀跟这个佛已经早就出家了啊，然后后来提婆达多、阿难、拔提啊，那么阿那律这一些才去出家啊，所以如果算起来，其实就是摩诃没有出家啊，那所以如果提沙也出家的话，其实也才五个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拔提也是早期佛回乡省亲第一批出家的了啊。佛回乡省亲第一个先度罗诃罗嘛，然后度难陀嘛，然后就是这些王子啊，他的堂兄弟。好，那么有两个啊，拔提跟提沙啊，那。胡梵王啊，老三啊，有啊，这个提婆达多跟阿难啊，他们也是两个，都生两个而已啊。甘露梵王有两个，摩诃难跟阿耨罗陀，阿耨罗陀就是阿那律啊。那本来摩诃难要先出家的啊，那后来啊，那个阿那律出家了，那摩诃难要留下来照顾这个家庭事业啊，所以后来摩诃难家的女，摩诃难家的婢女啊，就是茉莉啊，嫁给波斯匿王。那这个琉璃王屠杀释迦族的时候，曾经去找摩诃难，摩诃难要求这个毗琉璃啊，就琉璃太子啊，让他到水里面浮上来的时候，他再杀啊。那琉璃王同意啊，那结果后来这个摩诃难就把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大了，那他要叫他爷爷啊。就琉璃王、琉璃太子要叫啊，这个摩诃难叫爷爷啊，因为啊，他的妈妈茉莉夫人是以他的女儿的名义嫁过去的，所以变成啊，这个琉璃太子要叫摩诃难叫爷爷的啊，那他先去找他爷爷啊。那释迦族的大部分都出家了，大概就剩下摩诃难啊，那阿那律也出家了啊，然后所以这个是甘露梵王有两个。那五比丘里面有时候有一个叫做摩诃难，有一个摩诃难，但是不是这个摩诃难。五比丘里面有一个摩诃难啊，但不是这个。好，甘露卫女啊，这个我们比较少见到啊。这大尊里面说还有一个，就是佛陀还有一个阿姨啊，应该不是叫阿姨，叫姑姑，应该叫姑姑啊。阿姨是妈妈那边的，这个是爸爸这边的，叫姑姑啊。那叫湿婆罗。这个我们比较少见到，就是这个是表兄弟啦，这个是表兄弟啊，那叫湿婆罗。好，世宗悉达多啊，悉达陀菩萨啊，应该我们都翻译悉达多了啊，这音译而已，悉达多啊，这是叫悉达陀。那么渐渐长大，气转轮圣王位啊，他之所以气转的，其实并不是他。已经做转轮圣王没有？他根本连国王都没有接，还哪里有转轮圣王没有？他之所以说弃转轮圣王位，不是真的他放弃啊转轮圣王的位置，不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啊，那么那些婆罗门、阿斯陀仙人，那么来看啊，因为说他这个小孩子有三十二相，以后啊，其实就相好庄严啊，以后如果不是做转轮圣王。就是做法王，啊，那么，但释迦牟尼佛连国王都没有接，啊，那如果他接了国王，可能就会统治，啊，统治天下，啊，那么做转轮圣王，但是他没有，啊，他去出家成佛，所以从这个地方讲叫做弃转轮圣王位，并不是他真的做转轮圣王，然后放弃王位，啊，没有，那是也有放弃王位出家的也有。但是释迦牟尼佛不是放弃王位，但是他可以继承王位，而且继承王位他不会只做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像净饭王只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他还要归波斯匿王管啊。但是如果转轮圣王的时候就不是了、啊、统治南阎浮提啊，做天下的王啊，但是他没有啊，他去出家，所以夜半出家。那释迦佛是夜半出家的，就半夜，然后夜半成道的，然后夜半入涅槃的，啊，这个就比较特殊。他夜半出家，
出家成道入涅槃都是夜半啊，那出生的时候好像不是，出生的时候不是夜半啊。好，那这个他说到阿罗毗罗啊，其实就是优罗毗罗啦啊。我们不是有三迦叶吗？优罗毗罗迦叶、那提迦叶、迦叶迦叶。优罗毗罗是木瓜林的意思啊，并不是那个迦叶的名字，不是，只是木瓜林的迦叶啊，其实是这样啊。那这是一个村落的名字，叫做木瓜林，优罗毗罗村啊。那他们这个地方都会叫做优罗毗罗国，其实就是优罗毗罗村了啊。中泥碾禅河边啊，因为它旁边就是泥碾禅河，那佛陀苦行啊，就到泥碾禅河那边啊，因为在这边附近六年苦行。后来我们去印度朝圣啊，它现在叫正觉山了啊。那其实那里很多石头啊，一个平地，它也不是山，它也不是山啊，然后就是有一点点稍微高一点点，那也不是山，然后有很多石头啊，然后佛的打坐的那个洞还在那里啊，去看了一下，那个地方还真的是很适合打坐啊，刚好一个人聚在里面啊，也挡风挡雨啊，然后这个从苦行的地方一直要走到菩提伽耶还很久，我们好像是坐车的啊，我要走这么久。走到泥莲禅河也有一段路啊，也不是在旁边，也有一段路，我们以为就走一走，走没有多久，半个小时就到了，没有，要走很久的啊。那在泥莲禅河旁边啊，就是在优罗毗罗村，在正觉山那边苦行了、啊、六年苦行。这个时候，净饭王爱念子固，常遣使问讯，啊，就是后来派了五个侍者嘛，啊，在修禅定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哪里。因为禅定都是自己一个人的，所以其实释迦佛就是悉达多太子出家的时候，国王不知道嘛，后来才知道嘛。禅陀回去跟他讲，你这个王子已经出家了啊，那也不知道去哪里，他也不知道讲去哪里。然后连释迦佛，就是释迦佛开始是知道啊，他去王舍城住嘛啊，所以才会遇见毗婆娑罗王嘛啊，那个时候。才会遇见毗婆娑罗，然后毗婆娑罗才说要把王位给他嘛，跟他共治了啊，让他帮他治理这个国家。他说要成佛，然后毗婆娑罗才会说，那你如果成佛要来度我啊，才会跟他有约定嘛。所以度完三迦叶，他就去度毗婆娑罗王嘛啊，其实是这样。他先去王舍城附近，后来到毗舍离附近，后来就在这个走就修禅定了。那禅定已经，他都得禅定了，不知道几个月，不知道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在哪里，净饭王是不知道他在哪里的，啊，后来到了苦行岭，苦行岭人就多了，人很多，然后就会有传说啊，然后大家都知道啊，因为他常常去打听嘛，净饭王常常去打听这个他的儿子现在到底在哪里修行，后来才打听到啊，在苦行岭，然后就派五个侍者去，啊，然后就是后来的五比丘嘛，啊，去照顾他。好，那这里啊，所以常遣使问讯，预知消息，我只得到佛，若病若死，啊，然后虽然派五个比丘去照顾他，但是他也不晓得，因为他们也是跟着他一起修行啊，他们也没有回去过啊，所以净饭王也是不知道消息，还是要派其他的人啊来，因为已经确定知道地点了，就比较好，啊，不会说不知道，他有时候常常来看，哎，我的小孩在那边修行，现在怎么样了，啊。那么是不是成道了，还是生病了，还是死了啊？那基本上做父母的都会这样啊，稍微是啊，他小孩子是不是啊修行？因为修行都要受苦嘛，啊，像很多外道都修行苦行到死啊啊。那么死而白往啊，就是这些遣使啊，今晚我们派去的这一些使者回来跟国王讲，菩萨唯有毗骨筋相连齿。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苦行啊，苦行很瘦，瘦到六年不太吃饭，就是一买一卖，这是形容词了 啊，所以吃的很少啊，禅定中也不太要吃了，但是就瘦了，夜暴身啊，没有吃就不行啊，所以瘦到骨跟皮连在一起啊，就非常的瘦啊，然后所以因为他常常去看嘛啊，这苦行，所以你看那个苦行像啊，都从皮包着骨而已啊，都真的是皮包骨，肉都没有了。
那所以他这里讲皮骨筋相连啊，这还有皮包着骨啊，然后这个筋啊，肉都没有了，就是没有肉了啊。面胜为肉啊，这个看起来好像啊，就灯要灭了一样啊，被花去了啊。面胜为肉，若今日若明日不复久也，可能我看面也不长了啊，灯快要灭了啊，因为太瘦了啊，那可能支持不了。这国王听到这样，甚大愁念，啊，这父母的心，尤其他是王子，又那么厉害，又那么殊胜，啊，所以甚大愁念。可能这个他耶稣陀罗听到了也是啊，可能也是很难过啊，他只想他的，然后那个大爱道啊，是他的姨母来的嘛，哎，是他的母亲，这大家听到都很难过了啊。好，那所以啊，甚大愁念。莫忧恼海啊，莫忧恼海，其实就是心都在忧恼了啊，就是沉入这个忧恼海里面啊，就是浸在沉没在忧恼海，就是一直在忧恼了啊，那么不得出离啊，变成这样啊。我子既不做转轮王啊，因为这个是大家流传的嘛，当时的先人说，你的孩小孩要不是做转轮圣王，就是出家成法王。然后他先说，我，因为他可能快死了嘛，因为人家来跟他说，哦，你的小孩在那边修行，看起来命不长啊，因为受到皮包骨了，啊，可能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啊，要不然就是几天后就会死了，啊，然后他心里面讲，不是说不是转轮王就是做佛吗？那为什么现在快死了，也没有做转轮圣王，也没有成佛，啊，所以说又不做转轮圣王，既不做转轮圣王，又不得做佛。一河三苦，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苦呢？怎么会这样不好呢？啊，那么怎么会变得这样呢？无所得而死，啊，那么既不做转轮圣王，也不成佛，啊，什么都没有，这样就死了。因为看见他好像快死了，啊，那么所以啊，那如是忧恼，荒靡溃散，啊，荒靡溃散其实就是心慌意乱，忧愁心闷了。好，是时菩萨弃苦行处，啊，释迦牟尼佛六年苦行之后，发现这个没有办法得解脱，啊，十百位乳糜，啊，身体充满，啊，其实就是他走着走着，啊，要去把身上，因为六年也没有洗澡，啊，也没有剃头，都没有，啊，就在那边坐六年，啊，然后身体上当然很脏，啊，甚至传说还有小鸟在。哎，很多头发嘛，还有小鸟在上面做窝，还有啊，那你看那个就是啊，他都专心在修行啊，这实在是很难得啊，六年实在是了不起啊。我们不要说六年了，六天不洗澡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啊啊，六年，而且他没什么吃啊，几乎没有吃啊，就专心在修行，那种精进力啊了不起。然后他后来就放弃苦行，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生命丧失了也没有意义，所以他要放弃苦行。放弃苦行，要先把身上这些污垢洗净，啊，也象征他要把烦恼洗净了啊。就然后就走到泥莲禅河，要去洗，啊，那在泥莲禅河遇见有一个牧羊女，啊，叫苏迦帝嘛，啊，看到他这么瘦，苦行未到，他就供养他一碗羊乳粥，啊，那这里就是叫做百味乳糜了啊，其实就是羊乳粥而已，啊。啊，这是一个形容词啊，啊，这羊乳粥也没有什么百味啦，就是其实就是形容味道很好的粥这样的，百味是形容它这个粥很好，很营养，啊，那么吃了之后它就有力气了，啊，身体充满，就是说因为它很瘦，很长期来吃，那它缺少的就是营养，啊，它要有能量嘛，所以它吃了之后啊，身体就开始有增长了，啊，身体充满，啊，就充满着力量，于泥莲禅水中洗浴。啊，至菩提树下坐，啊，那么把身体洗干净了之后，啊，这个经典也有形容，啊，洗干净的时候树枝弯下来，啊，他抓着树枝来，因为他没力气嘛，啊，然后这是之后上来才这个给他一碗粥的，然后他吃了之后，然后去就想着要去哪里，其实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就走着走着看到菩提树，看到那个碧波罗树。啊，他想我就在这里打坐了，啊，那个叫做碧波罗树，啊，就从泥莲禅河到菩提伽耶还有一段距离，啊，
走，因为他不知道去哪里啊，他想说啊，他不要再这样修苦行了，他要另外想办法啊，所以到菩提树下看到毗波罗树啊，就是菩提伽耶啊，就是优罗平罗，还有迦耶，迦耶迦摄就在菩提伽耶那边啊，那那提啊，迦耶是一个城啊，那这个优罗平罗是一个木瓜莲啊，然后那提是一条河啊，那基本上三迦摄是住在三个地方，那迦耶就是后来叫做菩提迦，因为佛陀在那边成菩提嘛。其实它原来叫迦耶城，但是后来叫做菩提迦耶。毗波罗树后来叫做菩提树。好，那他到毗波罗树下打坐啊，那其实打坐就是敷那个吉祥草而已了啊，就敷那个草，在那个菩提树下，那个树很大啊，现在已经没有了，被回教徒砍掉，连根拔掉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菩提树是从斯里兰卡，因为菩提树还在的时候啊，斯里兰卡有从那边接一个枝回去种啊。然后后来啊，菩提伽耶那边菩提树被回教徒连根拔掉，啊，烧掉都烧不死，后来连根拔掉。然后后来啊，再从斯里兰卡把那个佛寺的那个菩提树再接一个枝再回去种，啊，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一棵是啊，不是2500年前那一棵啊，但是后来再接回去种的，但是是原来那一棵的种啊，是一样的，啊，我们后来也有很多人从那边又接回来种了。像福远也有，福远有一棵菩提树，好像也是，啊，又从那边又接回来种的，啊，然后做金刚座而做誓言，啊，至菩提树下做金刚座，啊，其实就是那个吉祥座，吉祥草敷的那个吉祥座，他们的吉祥草比较柔软了，啊，而至誓言，好，那这一句就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要不破此，啊，你看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他写什么，要不破此结跏趺坐，什么叫做破此结跏趺坐？啊，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就会比较清楚啊。那么成一切智，不得一切智，终不起也。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因为你单单看这个文，你真的不知道他要讲什么。要不破此，结跏趺坐啊，那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其实很多经典都有形容到这个啊，那我们只要举三个就好啊。那么就是从三个地方啊，第一个《方广大庄严经》就是佛的传记啊。那么于晋朝上啊。啊，其实就是吉祥草啊。那个时候，这里说的就是金刚座啊，有时候叫狮子座、结跏趺坐啊。结跏趺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盘坐啊。然后等一下来讲，端身正念，发大誓言：我今若不正，无上大菩提啊。基本上就是不得一切智啊。我今若不正，无上大菩提啊。那么宁可碎四身，终不起起坐，终不起坐，终不起也好。所以从这里来讲，这里宁可碎是身，要不破此身，那这个应该在前面啊，结跏趺坐，然后立誓啊。如果依大智论里面讲啊，他讲是这个，他也是有讲有立誓。我看一下啊，他写他想而做金刚座而自誓言啊。如果这里讲做金刚座而做誓言，就前面呢，啊，做金刚座而做誓言，立誓，然后才有底下啊这些。那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它其实前面都是一样啊，所以这很容易。要不破此身，这有两个啊，意思就是说破到底破什么，破此什么。破此结跏趺坐那是不可能的，结跏趺坐要怎么破啊？没有啊，就是说他结跏趺坐应该是这样，这个词翻译的或是他次序一定有一点捣乱啊，就是说做金刚坐而做誓言啊，就结跏趺坐，那么要不破此身啊，破应该就是说要不是啊这个成一切智，就是这个身破啊，这两种而已，就是这里其身碎尽啊。你看看这个，第一个宁可碎是身啊，然后第二个若为诸肉涌尽啊，即证无上菩提啊。所以如果是这个的话，就是破此烦恼啊，破此生死烦恼啊。所以烦恼生或是这个生，其实就是烦恼生了啊。那么普药经里面啊，那么一样啊，自是
死无生坏，就算这个身，要不是这个身被破坏，就是这个身坏，要不生坏，要不成一切智，就这两个，要不此身破，要不成一切智，这样，就是我现在结跏趺坐，要不破此身，就是要不此身破，身坏，破就是坏嘛，就是要不坏此身，要不成一切智。所以这个破很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坏掉，就如从这里讲，碎是身，碎破坏，要不然就是肉，要不破此烦恼，要不成，要不破此烦恼成一切智，这个两个就连起来了，破此就是从大毗婆沙论，诸肉未永尽，就是要不是破坏这个烦恼成一切智，就是断尽烦恼都断，要不断尽烦恼成一切智。或者是要不此身碎破坏，此身碎尽，你看身坏，要不此身碎尽，要不成一切智，这样就比较知道所以这个结跏趺坐就坐金刚坐而坐是也，就结跏趺坐坐金刚坐，其实金刚坐就是那个这里进草上结跏趺坐而已那么发愿。我今要不破此身，要不成一切智不得一切智，终不起其实应该是这样对照这三个看，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后面都一样嘛，终不起止坐嘛，终不起止坐，不成佛道终不起，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从这里来看，就是要不是我身碎尽破此身了那结跏趺坐的这个身但是这个结跏趺坐就是他结跏趺坐结跏趺坐，要不我这个身坏掉，要不我成一切智那么要不然我不起坐这个不改变这个结跏趺坐不起坐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要不然你这一句话你就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好，就是对照其他的来看，大概就会知道所以他这里讲这个事实，这个时候魔王将十八亿众到菩萨手，敢与菩萨决起得失菩萨智慧力故，大破魔君。好，那这个因为时间到我们下次再来讲就下一节课再来说这个为什么是十八亿那各个经论记载的都是十八亿，那有的记载八十亿，那八十亿很明显是十八亿的误说那基本上大部分都十八亿，为什么是十八亿？好，我们下一次再来讲。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